另外来看到，为了2800元也可以打起来。新北市一名29岁的苏姓男子和另外一名林姓男子投诉在永和区的宾馆，晚上9点的多时候，29名的男子上门向林男追讨2800元的酒钱。苏男不满对方口气太差，双方各持折叠刀以及开山刀互砍，苏男头部遭刀划轻伤，而要战的男子则是脖子遭到割伤，造成大量出血，目前仍然在医院急救中。警方调查接获报案，迅速将3位嫌犯带回侦办，现场查扣开山刀1把、电击棒1支，其中前来要战的男子目前仍在内湖3总就医，所幸没有生命危险，将带出院以后另行侦讯，而讯后也将3人依杀人未遂罪移送法办。